艺人林志颖拥有帅气的外表，冻龄颜值让他获封为不老男神。他于去年驾驶特斯拉外出时发生严重车祸，在妻子陈若仪不眠不休的照顾下，近期渐渐康复。度过煎熬的复健期后，身体状况基本已经恢复了他。日前系妻子前往意大利米兰旅游，据媒体透露，林志颖此行不是去工作，而是与妻子的甜蜜约会。林志颖在文林这天晒出老婆享用美食的照片，陈若仪也甜蜜的回应老公，谢谢他拍了张美美的照片。就在两人开心度假时，却传来了行李遗失的消息。不过好在林志颖在行李上安装了追踪器，至少能追踪到行李还在巴黎，而航空公司也在积极处理中。随后经纪人回应外界表示，行李目前在巴黎，但看得到拿不到，心里有些煎熬，也谢谢大家的关心。不过林志颖随后更新社群，分享了一系列在意大利拍摄的帅照，也打卡了当地景点，心情似乎不受影响呢。Bye.